啊，下半身没有穿。哎，下半身鬼龙不行。穿红衣，下半身赤裸，女子坠楼送医不治。你换了 T 恤？对对对，连你换了 T 恤，啊，红色。一名失信女子从住家坠楼，当场失去生命迹象。路人讲你来搞，我讲我靠，有多济，然后再紧出来，然后伊下骹拢无穿啊，所以我紧搞我迄电扶迄，今天背心紧甲夹，啊，伊顶半身就想要食，啊，多看伊的胸部。他被送医急救，最后还是宣告不治。警方发现他的房门反锁，房内有他的内裤，但没有发现遗书和外力侵入的迹象。确切坠楼原因还需要调查厘清。随便当记者，全民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请订阅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就公益，不少慈善机构，你爆料我捐款。